安娜，我呢只嗰只狗，嗰次等到你先，我有咁多伤，我做几多伤啊？都都不能回，我开始到处乱跳。哇，你干嘛唱？我心里好苦噜噜的，我想要你同学话，到小农村都是当做的了。安娜，一个只三日钱哦，一个你买我的，就可以挣钱的。找到了本地，好啊！从今天起，我做生意。姐，你估计啥个个帮工帮没？刚才老刘出差的能力够啊？不呢，我姐估计都没得做过了。刚才不估计可以让你，我要打今年的门来事，你都没本事，我能来多高？我家你还这么本事都要干？姐，这个就算要打了，不用啥就不用了。但是你老年轻不轻点，但是嘛骨气都小，不过啥子也做没事哦。哼，不要提这问题，我来来当这个，你提这么平时来个哈，结果我们看见多了。大娘，老婆。多谢。妹，你莫不能没得。妹，我莫得时间还到嘛？但是侬办那莫没有嘞，我这里门叫办那侬如果要是。妹子。但是呢，不要半年了，这家领导不要去到半年的了，该到半年的，不要去到半年了。李默，我家哥这么平时我来我没有，我家哥这么平时我李默，哥不要怎么样。老张，我一啥都不要你了，就是嘛。但是呢，我努这么没有了，听，家领导不要去到你了，李默哥。李默，落地了，好像。子女要教学多准，还留多两个，留地留的，搞教子女要讲，搞我刀，搞垃圾刀。老家，这个没铺的嘛，半年的只有个半年啊，这等满的只有个里，我家个全部铺到不着。这木，我不包的，半年也都铺都铺也差不多，好铺到干哦，不知道好搞。我都自摸，我帮他摸没有，我都自己又帮他，我啥人都看见，我都自杀。我领导干爹呢，他都没白天了，你怎么带多少？你又去打赌？寂寞，只能忍得住。我叫个路上的小勇人，要带个只叫个路上的小勇，养了多少？我要自己个做小寂寞。我是什么了嘛？你个人没搞呢？你个人是用钱打的，你混几手？我告诉你，再给你个朋友养你母奶，让你休息大，早上你就老好。哎，过年，
你都得了老了天要领导可是说家你母姑姑山领导找本路你爹子能要给唯独能老人就去见了过完年个主动还晒点你都没有天嘛就把我爹打给被爹母落地了啦叫你弄不来的咯哥子，再给你嘛，你得了老你了，你没分你一半咯。哎呀，你娘你都干，再要拉了的。喂，过来进来。都，干么大事耶？我哩家有么清淡路哩嘛？有得老老了，老宅老早把早宅家，有老我好留下。只要还爹，那路那路么来哩个，要到哪咯？要一家个电器了，我好留在这，等你个要半年，估计停在这里呢。是，个是真的是不跳，不跌了落来，我们这朋友人就老了是。要了嘛都，个应了落来就是嘛，要就是莫年莫季节，一定是春明这里。哎呀，领导是从我头的天，假如跌落去，还个鸟去中啊。哟，所以姐对你牛哦，你这老老人家八十岁了嘛，去打高海了。要了嘛，干你啊，也是嘛，趁年咯，去让你趁头乌了。就说年咯，人家连连毛天，说说是大少了呢。要得去我种家的，对面牛的跟毛老认识啊。你听姐，那这世界哦，古的老老了，古的八代好像太起家了，给你擦擦擦着古啊。我领导嘛都，个只操点来来了啊！那哎呀，领导都老着急了的，没好接啊！啊，我来接。哥子，上午好运嘛！我给高头发做嘛。干娘。在过后第一年改正式了，改要借我六万两的呢。嘛多了嘛。哎呀，红葡萄嘛要改正啊多了的。哎呀，再拉我了那里好了。哦，我的音痛。